大家好哈，今天给大家录一个两把网的这个打网方式。两把网呢，能打远也能打近，打远和打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，发力和运网都不一样。咱们先拍一个就是打近的啊，捡网呢还是从膝盖的位置开始颠起来两三个斗门，压在这个左手里面。捡的时候也要按照一把网的捡网方法，越捡越高。打两把网的打圆的几率不是很大啊。这个捡完一把网以后，原来一把网是从这里颠上一两个兜，再打两把网是从这个手里面分过来七八个兜。把这个发到裤口里面这就是两把网。两把网就是两个手要发力，它的运网动作是向右荡一下，向左荡一下，开始发力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打一网啊。